为达摩画上眼睛，祈求合作圆满顺利。台湾和日本的观光合作再添一桩。日本关东地区的知名主题乐园东武世界广场，广搜全球各地知名的地标建筑和历史遗迹，打造模型展出。现在也邀请台北101的模型进驻。台北101将会在东武世界广场的最显著的位置，以1:25的比例，大约7层楼高20几公尺，圆形呈现台北101本身以及台北101周遭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物。日本这个有如小人国世界村的乐园，展出上百件作品，标榜逛完一圈等于环游世界。业者表示，过去不少游客反映，怎么没有台北101？现在有台北101加入，不但让园区收藏更完整，也增加台北101在国际的曝光机会。目前台北101模型正在新建，预定10月初完工揭幕。现在私どもに台湾の建物では。高尾の龍骨塔を展示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に加えまして台北101が加わるということで、日本と台湾、台湾と日本、そして101と東武ワールドスケアが相互に旅行したいというきっかけ作りを必ずお客様に感じていただけると。业者指出，东京是2020年奥运的主办城市，预期这几年观光人潮势必增加。造访园区的国内外游客，借此发现台北101这个地标，说不定也会想来台湾看看101本尊，也有助带动台湾的观光人潮。中央社记者侯黄君、王一文，台北报道。